当我带着粉丝按摩被日本女友逮住。快点啊！来玩。按摩。走啊你！干嘛？走啊你！很舒服吗？嗯。八个，哪里这么？可以给他体验一下吗？啊，不行，这个是按整钟算的，不能换人。那我剩下的时间不能给他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呢？好适合吧？我想走你。干嘛？我想走你，好羡慕。嗯，很适合，好给我吗，姐姐？他不能给你，我问了，他不给你，不能给你。我也想被洗脚。不行，你没给钱，他不给我洗。你还想被洗脚啊？洗我。啊？1185，这杯是支付宝。啊，支付宝。No、这支付吧，你付款快点。有会员卡、啊？没有会员卡。为什么我要喝光三个男人的手掌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支付宝快点快点！你个丑角！